5月7日上午，李小璐通过微博晒出女儿甜心的几张穿着白色公主裙照片，以及穿着睡衣弹吉他的照片。她调侃，甜心最近少女心爆棚，不仅大清早起便开始试用自己的化妆品和首饰，还在晚上变身文艺青年，拉着自己一起躲在窗帘里看月亮。不仅如此，甜心还越来越喜欢唱歌和舞蹈课程。李小璐发问，请问她现在这样都是正常的吗？网友们看过甜心的照片后纷纷留言称，甜心越来越漂亮啦，开始走淑女路线了。还有网友了解到甜心的种种举动后开玩笑称，是不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小哥哥啦？更有网友喊话甜心的偶像王源，王源快看，甜心是不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。